当前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，同时病毒持续变异，为疫情发展走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。新冠肺炎大流行还没有结束。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呼吁各国应继续努力，不放松防范，要继续加强病毒变异检测和疫苗接种，落实个人防护等公共卫生措施，为最终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创造条件。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，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因时因势优化防控政策措施，科学精准做好各项防控工作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，为全球团结抗疫做出更大贡献。